是一副。身为新竹人呢，我一次都没有在新竹十七公里海岸就是骑过脚踏车，所以今天呢，我打算要来骑脚踏车上人先力车。随便，美国都没关系的。我其实呢不打算踩，因为我觉得很累，所以他要租什么车对我来说都无所谓。谢谢。他要送我们水耶，呼呼，那给你签啊。你根本就用扛的。我上车了。好了好了，好了。风和日丽，今天真舒服。你觉得踩的有轻松吗？可是我有踩、欸，真的吗？真的啊，我有踩、欸，我是真的有踩、欸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说？那我就不踩了。啊，很晃。这怎么这样没人要骑？为什么？因为很累啊。累死了，因为这个要保持平衡，超累的。那我还是别踩好了，我不踩你都说好轻松，我踩了你都觉得不轻松。就其实我们现在一开始骑也还没骑到步道，就是跟 Odobai 啊车子这样子并行耶。我们到替代道路了超人家车哦，太无聊了吧！超什么车？你是来悠闲的，不是来竞速脚踏车的好吗 ？Beautiful, beautiful， 真的蛮漂亮的。那我之前都特别去台中后里骑，我觉得新竹这样骑起来这步道比我想象中的漂亮非常多。哇，这里真的太臭了，怎么回事哦？哦，真的在大冒烟呢。烟袭击了，我们要被淹，这是水吧？什么味道呢？很臭哎、欸，那种什么臭掉的蛤蜊味儿。上上上上上上上，哎、欸，我们上来了哎、欸！哎呦，很棒哎、欸！哦，前面还有大上坡哎、欸，很累吗？很累。你刚刚都没有用推的哎、欸，很厉害哦、喔！连续两个呢，很厉害哦、喔！我有帮你付出一点，我有帮你付出一点，欸、真的是有累到哎、欸！哇，前面这个步道真是不错哎、欸！大会车，大会车，大会车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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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吓死喽！要停下来拍照，也要先确认一下大家的安全啊！我还要当你后腿，帮你立一下。你好像快累死了。通常呢，在这种骑脚踏车的第一站呢，绝对是先尿个尿的。哒哒，这里厕所还不错哎、欸。蒲公英呢，很久没看到了，我决定吹吹它。呜、哦，你看，你看它出头了，它出头了，它停在我身上哎、欸。很舒服的一个亲子空间，然后旁边还有东西可以吃。那茶叶蛋几个？两个，两个。七十，一百二，一百二加三十，一百五。
骑到一半肚子饿，吃个东西吧。哦，好幼稚，他干嘛？哎，后面都没水咯，啊，怎么这样子呢？吃饱上路就看到都没有水，哇哇哇哇哦！彩虹大桥，啊，我快到了，我快到了。真真漂亮。哦，我看到了，我们就是骑到了赏蟹步道了呢。因为我觉得骑到一半屁股很痛，但我发现它中间设的那个休息区距离都还蛮舒服的。我们又到达了休息区，吸吸喝喝的时间又到了，还好这边可以休息，屁股真的超级痛。来，结束性休息吧。好热狗，好痛。哎呀，买了什么？咸酥鸡哦。哟，应该可以坐在那里吃嘞，漂亮哦。啊，这里好漂亮啊！加油啊，跑者！加油啊，骑脚踏车的。很累哦。辛苦你了。美美的，你要下来了吗？我冲太快，下来被车撞到。没卡了。超美。半这边是亮的，一半这边是暗的，你会发现。嗯。